我稳的走，稳稳的走。来，手机下来，摇动。来，发动。用趴的，用趴的。那我们接手一下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在分析这个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，还有成员身份之后，在10月21号，兵分多路，分别在桃园以及新北地区啊，具体逮捕到案。 同时起获了提款卡、现金，还有部分的K他命毒品，还有存部等犯罪证物。检警司法机关一定不会用电话来通知民众办理转账或者是提交现金。